会霸主出场。哦，哎，有杀气的，对哦，以为是刘继范，刘继范 ，Amanda， 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对的人呢，这个对的，很对哦。教会霸主干脆就教会这一些霸主什么叫霸主。哎呦，教会对对。哎，麦阿，你跟我后面你还没听到对吗？不能因为斑马而迷惑的。他一出来那个 Kusei 就像一个擂台上的霸主哦，那一种自信度。OK， 因为他经常表演啊，你都教会里面唱啊？对，比较多是教会。教会啊，你都是 solo 吗？比较多，而且也有合唱团啊，对，都是被叫到第一步啊。因为平常你在唱歌台下的观众，对不对？可能都是你的乡亲朋友。第一次下面的观众是吴宗宪、陈汉典跟露露啊，这些都是在华人最红的。坦白讲，唱歌不紧张已经是了不起了啊。结果你看你的气势，你的台风，对。但今天后面呢，我那有你可能紧张哦，所以稍微有缩肛的现象哦。林庆台先生的女儿。就是塞德克巴莱那个男主角哦，好好教。今年贵庚会不会不礼貌？问你年纪？24。哎，很年轻。通常这种年纪才会直接跟你讲。哎，对对对，再四十二都不会跟你讲。再过三两年哦，就不你问他的年纪，他跟你拼命，对不对？哎，女人的这个秘密不行了。哎，打下去。施安青年贵。喂，哦，打下去。哎，安雅带来了煎熬。不到，也不要乞讨。
觉得他舞台的那个感觉十足，他连那个那个都出来了，那个也都出来了，所有能够用到的。你有邻居吗？全部都搬走了，赶快全部都出来。在家里练歌吧，我觉得非常了不起。OK， 非常了不起，谢谢。好好，我觉得这是个人喜好了，但我觉得恩雅，我很喜欢她那种失控的美感。嗯，对，而且她是用生命在呐喊，对，嘶吼，漂亮。泼墨山水，对，就是没有在先画草稿的，没有，他没有保留，他好像没有极限，没有设计过的，就是一个画质在这里啊，我的天啊！对，你会想要看到他的极限到底在哪里？